我其实一直试图掌控自己的生活，但我发现我的生活有时候像个柔术大师一样，动不动给我反关节摁在地上，你服不服啊？我前段时间在某鱼上卖一口煮面锅，哎，朋友们，说到这儿提醒一下大家，你们不要去买那种听起来用途特别具体的东西。煮面锅，我就是看韩剧里那帮朋友用个小锅煮面也太香了，我就买了一个回来。我买回来发现，哎，我原来锅好像也可以煮面哈。还有床上桌，我就是看韩剧里面朋友坐在床上用个小矮桌吃面也太香了，我就买了一个回来。我现在经常半夜起来上厕所被那个床上桌卡住，天天鬼压床。我就想在某鱼上给他卖了，上面有个潜规则，你可以选择同城面交，省下一笔邮费。有个大哥联系我，他说我也在上海，我想跟你面交。我说行，他说那你来人民广场地铁站，我就坐地铁去了。快到的时候他给我发信息，他告诉我他今天穿了绿色的衣服。我一出地铁我就看见那个男人了，我就想我赶紧把锅给他，他一付钱完成这一笔简单的交易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一句话就拿捏住我了，他说这人太多了，你跟我来。你们有没有完全丧失过主动权？那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卖家真的没有什么尊严，因为相比较他想要买到我的东西，我更想要他的钱。我不由自主的我就跟着他走了，然后他就出站了。我不想出站，但是他出站了，我就只能跟着他出站。到了站口的一个小公园，他一看四下无人，他说来拿出来吧。我就像一个犯罪嫌疑人一样开始指认自己的作案工具了。这个是锅，这个是锅盖，这个是送的勺子。他演得好好，是今天的状态好好，是是。不知道为什么他带入角色开始审讯我了，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买呢？我也是一时没有考虑清楚，我再也不会了。回去以后留下了一条评论，说现在经济是不景气啊，明星都开始卖锅了，还是面交。还有体检的时候我也特别讨厌，我感觉体检的那天整个人特别被动，你不受你控制，对吧？你体检之前你就得遵守很多的规则了，你要调整自己的作息，早睡早起，按时吃饭，不要喝酒，前一天8点钟以后你都不能喝水。朋友们，我觉得这样查出来的数据不准，不是那种医学上的不准，是你心里知道它不准。我不会过这样的生活，8点钟以后不要喝水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这帮人都是8点钟以后开始喝水的。渴了一天了能不喝水吗？我有个很极端的想法，就是我希望得到一种体检数据，就是我在体检之前过上一段时间放纵的生活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李丹那样的生活。我最好体检那一天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去，查出来的数据，哎，可能确实有点恐怖，有那么几个小箭头，但你知道你生理的极限就在这儿了。以后咱们不要超过这个 That's your line。 但我嘴上这么说，我心里怂得很。我想来都来了，我还加钱去做了一次无痛的肠镜。你们有做过肠镜吗，朋友们？如果你没有做过，我强烈建议各位你一定要去试一次，你没有体验过你的人生不完整。如果你做过，你不完整。给没有做过的朋友简单的科普一下，做肠镜啊，你是要换上一条肠镜裤的，其实就是开裆裤。哎，不太一样，它的后面有一块遮羞布，这块布非常的重要，它是你守护人类文明的底线。哎，我发现肠镜裤有一种魔力，就是你一旦穿上它，你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得体。哪怕你平时再彪悍、再鲁莽、再不讲道理，你穿上肠镜裤的那一刻，都会像一个淑女一样。我这么好动的一个人，我人生当中我第一次这样坐下来。
哎，这么好的产品应该推广起来嘛，对吧？你出个条例，男的吃烧烤只能穿长筋裤。无痛的肠镜是要打麻药的，在上海有全国很多的医院都有这样的规定，如果你要做全身的麻醉的话，你必须有一个家属的陪同。我在上海没有家属，我就求我的女朋友，我说你能不能当一天我的家属。她说、啊、快嘛疯。我说我去做个肠镜，我最后是被我的女朋友拍醒了。朋友们，麻醉醒来是一次非常好的检验你爱情的机会，因为你处在一个很虚弱的一个状态，她对你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非常温柔，非常体贴，充满人文关怀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在里面怎么样？我好担心你。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，哎，来看镜头。哎，你以后最好对我好一点啊。你要知道，其他明星被锤啊，被放出来只有微信截图，我有你的遮羞布啊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谢谢豆豆。喜欢豆豆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三二一请锁票。这个是熟悉的豆豆啊，倒是，而且对，而且好多地儿都特别有共鸣。我之前去体检的时候也是，然后检完了我还说这有什么，是体检吗？但是医生老冲我神秘的笑，我也不知道。而且那个某鱼那也是，我因为我在那某鱼上也有时候也卖，然后3500，认为800卖嘛，我说卖啊，他说真的，我说是啊，我看看那个这么不要脸人住哪儿。然后豆豆因为他特别生活化，然后但是都特别引起共鸣。嗯，杰哥去体检有这种尴尬吗？冲你神秘的笑了吗？我体检其实好像没有很尬。哦，我想起来为什么尬了。他在检查之前说你是大张伟，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检查完了之后跟你说，哎，你是大张伟。为什么？你看见哪？我跟你差不多，就检查完了之后要走的时候，吉哥，我喜欢听你的歌、哦、还不如一直不打招呼呢。对，我听最有共鸣的是那个，确实是应该就是狠狠的造一星期再去查。那就是你正常的身体状态啊！啊，不是，因为你平时生活也不是那种健康早睡早起的。还真是哈、啊。超越觉得豆豆表演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笑的。而且豆豆今天状态特又行哈、啊，炸起来了。嗯，又回来了，每一个什么 this line 那种东西，该有的时候，因为这种点其实特别招我讨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、突然给你来一段，然后但是他就特别可爱，正好是那种。中和了，见到那个程度特别有意思。好的，那我们恭喜豆豆，4个拍灯进入等待区。